好，我们就来这边录一下，这样有抓到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不是这个，是要用手机的吗？这个，这样你就跟我上镜头啦。啊，你可以到后面去了。可是没有，用翻译吧。你可以到后面去了。你有需要去背吗？你要去背来前面。他说我不要去背，可以在后面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样两个就可以开启视讯对话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加入直播啦。这样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吧。哦，了解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好简单哦。对，那如果你这边，可能我要把你放大，我就点你两下，点一下，有没有？你就变大了。好大。对，现在换你讲话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换这位同学发言，这样有没有解决的哈？你要不要去背一下？你来这里去背一下。来，你过来，我们就帮你去背一下。我们学校可是要进虚拟摄影棚才可以去背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知道差在这里。好，看清楚了，变身。有没有进来了？可是老师，我这边对，要裁切一下。可是我这边还是绿幕。你当然是绿幕啊，我这里是蓝，蓝这里去背掉就好啦、啊。这样你就可以正一点了。我也进虚拟摄影棚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不要进都可以，好吗？很好用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真的。真的哈、哦。我们学校要预约时段才可以进去。对，现在其实我就说最麻烦的就是在这里，因为如果你是学校的，你要这样用、嗯、有困难。对。而且学校其实不太敢让学生自己进去。不是，因为如果不是就是像我们这样用的话，嗯，你光要排那个，你大概就会有点辛苦。对，如果老师又要录，对，那又那么多，你们学校那么密集的使用度，其实老师不可能说，哎，我要排时间，然后这个时间来，嗯，就所以这样就解决了。